的哭了，可哭莫言不哭都不行。哎，看霸道了啊！哇塞，这个图看着就得劲儿啊，八哥。啊？没事儿，让你赶紧闯关吧，你赶快进来，快点儿。怎么样，八哥？这个粉粉给我做的图？个屁的笑！八哥，快快念念出来！找开关，我不是看着自拍，要找开关。嗯，你说啥呢，土八哥？你嘴糊是浆糊了？哎呀妈呀，咋这么多大便？这为你准备吃的。滚！哎呀妈呀，终于放完了。啊，不过话说，这个箱子里给了我们一个爬梯，这爬梯能干什么？让我们爬谁呀？这儿，下面，这次你来选。我不。为啥不是你先选？进去啊，试一下，试一下嘛。你爱选不选的，不选拉倒。再见，我闯关去了。再见，我先跑一下，看看能跑。哎呦，啊厉害呀，默默，啊厉害厉害。没有了吧？后边应该。走吧走吧，再不走，第一名又没啦。哎呀，藤蔓有限，关键时刻用。啊？不是藤蔓呢，这都是屎。变异了，这是。八哥，你干啥呢？你不闯关，你干啥？你看啥呢？这是咋了？这是有东西呢？这哎呦，哦，谢谢八哥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他这给的藤蔓不够吧？哎哎，八哥你咋走了？哎，你不怕有陷阱？小莫，我坐电梯上来了。嗯，这么轻易吗？真的假的呀？他没事哎。真的上来了，小莫。你别骗我，八哥。来喽，我欲成仙。哎哎哎哎哎哎，我太极限了，兄弟们。哎呦，哎呀，我终于上来了，八哥。干啥这是？八哥，你这带的啥路呀？人家这有空气墙，这咋过去啊？侧面都有。好一个阴险狡辣的粉粉。早知道当初就不提醒他们了。哼，不过你们以为自己能难得倒我吗？是时候展现我传说中的180度夺命连环跳，兄弟们看好了啊，往后退，蓄力走。哎，嗯，小伙伴们，这藤蔓这不就，哎呀，还差一点，我们再跳。哎，兄弟们，这藤蔓不就省下了吗？这能省下一大笔呢。啊，等一下，怎么就剩这么点了？这粉粉难道给的我藤蔓还不够？阴险狡辣呀，粉粉！幸亏我中途重劲儿过，不然怎么爬到一半没有，岂不是很尴尬？哦，对了，这八哥怎么过来呀？算了，这些事怎么能让默默来管呢？默默咋能管得了这么多呢？随他去吧，我们走。哎呦妈呀，这么快呢？必须的，你喜欢的颜色。哎哎哎哎，八哥喜欢绿色呀，你喜欢的。到什么年代了，竟然有人不知道默默喜欢粉色，托八哥活该啊！亏你还是我大哥，不知道何时起，又臭又长的这些东西，竟然成了柯默默的标配。难道这就是当今孩子们的想象力吗？就这了吗？今天的你特别绿，好吧。钥匙呢？没钥匙，请滚回去。这去哪儿找钥匙？我怎么路上连钥匙的影子都没见？啊，等一下，该不会是开局的那个吧？我渡了呀！啊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没有多余的钥匙了吗？话说这个粉粉会不会在商店里卖钥匙呀？不知道他会不会这样做？啊，真有！啊，你居然还想赚默默的钱？你，今天我必须要把钥匙拿回来！哦，又到了表白的环节了。哎，还有星星，那我还跳什么心跳随地放？再见了，直接星星。